几亩地啊？就十亩左右。珍珠枣油少几年了？今年四年。今年第四年。嗯。挂果几年了？两年。就是去年这一块园子卖的多少钱一斤？这个价格是3块到4块钱。三块到四块。你像一般的油桃，它卖多少钱？一般的油桃啊，一两块的。1-2块钱。珍珠枣油桃的经济价值还是比较好的。比较好的。这个油桃使用巧克力以后，你拿这几棵树给大家说说嘛。墙上这个巧克力啊，这个锅边发的是吧？这有两度。啊，锅两度这么强。这个叶片这一块呢？啊，叶片也好，叶片长，特别长。发明长，能达到15、啊、是吧？15多、啊，整块地的叶片都是这样的啊。这块地现在这个程度甜度能达到多少？15个左右没问题。15个没问题。用了巧克力的珍珠枣油桃有啥效果？桃面发明，桃面发明，给个特写。啊、你要使用以后，这个果个达到多少公分算是精品果？15以上的够收购级别。对，来吧。52、50，这个50，这一串果全部在50上。你像使用以后，你感觉这个在叶片这一块有啥表现？啊，叶片发绿发黑。发绿发黑。嗯。叶片大小呢？啊，叶片大。15、16。15啊。巧克力对整个这个桃树的树势，你感觉是有啥效果？啊，树势很好，你看外面发明树枝它很稳当，它不框，这不长框子。啊、哦，使用巧克力，你今年使用几次？啊，2次。两次啊，萌芽的时候啊，萌芽是一次，当时用了多少斤一亩地？一亩地就是个1.5袋到2袋，120斤啊，到160斤啊。你感觉使用巧克力以后，土壤这一块有啥效果？土壤透气性好，不拌结。看着草多是证明就草多，还就是证明它不拌结，证明这个土壤就好了，啊、是不是？就好了，对。你像板结的土壤，它不长草，它不长草，对，是不是？嗯。今年你预估你这块园子能卖多少钱？2万块钱左右吧。2万块钱左右。啊，投资成本呢？几千块钱吧。几千块钱、啊。你像使用巧克力以后增加成本了吗？嗯，没有增加成本。高丽肥巧克力出口全球46国。高丽肥巧克力出口全球46国。巧克力，巧克力。